这是一种有源蜂鸣器，内部含有阴鸣效发散器，它有两个引脚，引脚有正负极之分，在引脚旁边标注有极性。在检测时，数字万引表选择20千欧档，红黑表笔分别接蜂鸣器的两个引脚，显示屏显示月初符号，表示当前测量阻值大于20千欧。再更换表笔测量两个引脚，显示屏仍显示月初符号，表示测量阻值大于20千欧。将五壶电源接到有源蜂鸣器的两引脚，电源的正极接蜂鸣器的正极，电源的负极接蜂鸣器的负极。有源蜂鸣器内部的阴鸣信号发散器获得供电后开始工作，蜂鸣器会发出蜂鸣声。如果将电源的正极接蜂鸣器的负极，电源的负极接蜂鸣器的正极，蜂鸣器内部的阴鸣发生器不会工作，也就不会发出蜂鸣声。